人与人能建立连接是很珍贵的事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，甚至是更珍贵的情人。肖战近日为古驰 Gucci 拍摄全新形象广告，视觉中除了秀出多组百变表情，更大方演绎 Gucci 全新 Link True Love 系列珠宝。身为1990后出生的人气男星，有颜霸之称的肖战，风格可歌可泣，并有包含《斗罗大陆》《玉骨遥》与《陈情令》等古装作品。同时，肖战也以斯文气质和俊秀五官受到精品品牌喜爱，例如2021年成为 Gucci 代言人，并先后出席米兰时装周，以及日前在上海举办的环宇古驰特展。而在本次 Gucci 发表由肖战拍摄形象视觉的全新 Gucci Link True Love 珠宝，透过多切面、刻纹、几何定式创造出珠宝表情，并以 Link 象征了门市、连接与情感的流动。全系列包含项链、戒指、手环，并结合红碧玺、珐琅、碧玺，其中像是 18K 白金搭配红碧玺，黄金搭配珐琅，18K 黄金搭配绿碧玺，因而创造出色彩的鲜明对比。全系列最入门价位约53400元，像是 18K 玫瑰金手链，以简约的玫瑰金长形链结，创造出人与人的情谊的连结。最高单价单品则为 18K 黄金宽链式项链，定价则为331900元，简约大方，经典隽永。